假的了，你擦粉底了？擦什么粉底啊？就用那面膜用的呗。不能啊，我那面膜质量老好了，你是不是使用方法没用对呀？使用方法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忘了在镜头跟我说的，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。王谦，你咋跟人说的？啥让我咋说的？我给他面膜的时候，他老激动了，转身就跑了。我说大秦哥，3天就见效。不对，他明明这么说的，大秦哥3天全用掉。看你干的好事，你赶紧跟人解释解释。不，你耳朵塞啥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天，哎，我看你去，干啥？不是，你啥玩意儿？你这用啥呀？小米粒啊。大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这面膜质量行吗？当然行了，我这面膜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，质量没问题。哦，那要质量没问题，那你可以卖啊。你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你事了？你给我搅和黄了，没你事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赵刚子，我干点事儿容易吗？你老跟这搅和我，你讨厌你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是小美丽，你咋的了？小妹儿，小妹儿，你别生气，你别整这样，我不得劲儿。大姑父，你瞅瞅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走，你这脚黄了都快。哎呀，我的运呐！什么命运呢？小米粒倒霉倒霉，你这命运上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看你把人大秦子弄的。3天连续贴面膜，那脸都贴胖了，看见没？本来脸就大，现在贴的跟个胖头鱼似的。我不是胖头鱼，我大姑父，那赖我呀？他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啊，你必须帮忙。我怎么帮你忙啊？好办呐！啊，你把这面膜贴上，啊，回屋啊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我一喊你，你就往出走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干这事，我没贴过这玩意儿。大姑父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你就搁这搅和，就搁这搅和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捣蛋呢你呀、啊！你呀，你要命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大秦哥，我们的面膜啊，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，是你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大姑父天天贴。你俩傻子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从来都不用这玩意儿。他不想让你知道，知道你不笑话他吗？洒向人间，我要点灯，要不你点？我你点吧，我点不了，我没你亮，你亮。拿出纸条，把卡拿出来，插进去，插哪儿啊？没用过。哎，那个大亮，插这儿。我知道，用你管。哎、插进去，输入爸爸的卡号。那个大亮，我单位有急事儿，我得赶回去。你快点行吗？你别嘚咕了行吗？你着急啊？我着急。前面还有个提款机。啊，前面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谢谢啊！哦，在哪儿呢？抚顺、鞍山、葫芦岛都有，你去吧。我等着。你别在这儿等，我害怕。你上后面去。哎呀，你快点行吗？你烦人，又得从头来。爸爸的卡号，爸爸的名字。哎呀，张有才。妈妈的卡号，妈妈的名字，李有钱，密码，我媳妇儿设置的密码太绝了，谁也猜不出来，我背了一下午，654321。干啥？干啥了？我输密码，远点，别看，我看不见，我这么远，我看得见吗？我。4321，这还用看吗？这个汇报一下、哎、别说话，我去，男的说话没事，女的千万别说话。喂，
媳妇儿，啊，我完成了，给妈妈打去10000，给爸爸打去10000，还有10000，对，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嗯，行，那个干什么？我该我了，我还没拿条呢，条拿了，好，你这么着急，你早晚落点啥？我就没见过这么磨叽的人，我跟你说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爸爸的名字，妈妈的名字。哎，那个大亮，哎，你卡。什么？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整的都挺尴尬的。哎呀，笨笨，你包还在那呢，你等等我。哎，这哎。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不咋的，我就是想为你做首诗。说吧。啊！北国春风迎面来，万里桃花朵朵开。我要是能娶你李莫愁，我给你跪地磕仨头。你个野猪精，给我回来！哎，喂喂喂！哎呀，张总啊，我还能欠你的钱吗？咱俩合作都多少年了？不是我的实力，我还用再跟你说一遍吗？啊，就我老丈人家那房子，那首付的大头，那都等会儿啊，谁付的？听见了吧，张总，我的实力你放心，我就是这一段手头有点紧，你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肯定还你钱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，你看，哎，这叫朋友吗？啊，不就欠他几个钱吗？追着屁股后边要啊。呵，哎呦，我这大姐夫，你这干嘛呢？你小心点，别绕脖子上。哎。本来弄挺好，你这一弄真绕脖子上去了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这是又要做面条啊？啊，谁让你做的面条啊？哎呀，吃面条不好吗？我让做的。哼，妈呀，你就向着他吧。明知道我不爱吃面条，天天让大姐夫做面条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家呗。妹夫，嗯，你知道今儿啥日子吗？啥日子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跟二米粒结婚3年零33天。这日子你记得挺清楚。那当然，记不住挨揍。妹夫，哎，妹夫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是我妈牙疼纪念日。是不是？你说你这傻孩子，啊，瞎说啥呀？不是，今天呢是你爸过生日，66大寿。哦。哎呀妈，不带你这么抢答的，这么大成果呀。没什么成果呀。我已经到咱们的物业 啊查看着3天探头的记录。哦，这个偷窥者抓住了。抓住了？是谁呀？就是他。哎，我说丽丽啊，这可不敢胡说，咱得有证据啊。对，你不能胡说呀。证据铁证，我每天9点半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他准时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溜达去。第二天9点半正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时候他准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溜达去。不是，你还是谁？哎，等会儿我问问他，你别急啊，你过来。他什么时间洗澡？你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？情况是这个样的啊，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洗澡啊？不是，怎么这么准呢？9点半你就在那儿出现了，这不赶巧吗？我们就是9点半巡逻吗？你是知道的。哎，哦，对。哎呀，说鬼话骗谁呢？我现在的探头都是高清，闹不好还是3D 的呢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丽丽啊，你知道吗？啊。在自己家里啊，在自己的卫生间里，是我们是非常开放的，是都这样。哎呀，真看着啊。
我看什么？我那墙那么高，我哪儿看去呀？我这没看到，我也没看着啊！我跟他说，你坐着，丽丽啊，丽丽，你可能真是误会我大姐夫了。我大姐夫这个人会那些个乱七八糟的，他装这个探头啊，他就是为了抓偷窥者，他是关心你。对呀，你看我跟刚子吃完饭呀、啊，每天九点半刚子陪我看电视。你说为了关心你，把我都给牺牲了。你也说，你说，这不是为了关心你吗？啊，你心里有我呀？怎么没有啊？这两天我想的就是你的事儿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要是这么回事儿的话，你早告诉我呀。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有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的。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夫妻啊，生活时间久了，爱情就会变成亲情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别亲。恩人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前几天救过的那位女子呀。哼，我一生救人无数，属实记不清你是哪一个了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上个礼拜我站在浑河的岸边上，你晃的一声从我的身边经过，我扑通一下就掉进了河里，是你把我救上来的呀，恩人。啥玩意儿叫我从你身边一过，你咕咚就掉河里边了？我给你刮下去的。刮说明咱俩有缘分呀，俗话说瓜葛瓜葛的嘛。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，你给我去一边的去吧。哎，王小倩，干什么玩意儿？那对人小姑娘这么粗鲁呢？那个妹妹，你跟我说，你为啥跳河呀？我被我前男友给甩了。啊！与不爱你的人分手，你无所知；与不懂爱情的人分手，你有所得。作者啊，在折里边呢，莎士比亚。哎呀，没想到他俩答应了，马上来。你说气人吗？他不能答应啊！他答应他，你史上最低价，你不也得花钱吗？我俩不要钱，我俩是白送的。不是，白不白送的？我不寻思他俩是专业的吗？你俩是业余的，万一照片照坏了，我家产品卖不出去，我可伤不起呀、啊。不是你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跟人大美全都说好了，大美的我怎么说？大美的脾气那不得跟我急眼呐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事儿我可不行，你跟他说吧，你自己没事你说。那我去说了，他骂我。我说了，他不也得骂我吗？那至少不骂我呀。王小华，你没这事儿，我真给大美哥，咱到底忘了吗？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。我支撑起一片事业，我容易吗？你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。哎，好，行了，王小黄，你别哭，这怎么还抽上了呢？你别哭啊，这样，你甭管了，我去跟他说。谢谢你哥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啊，你等会儿，万华，一会儿你在屋里啊，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出什么动静，你千万别出来。为啥呀？你出来我就死定了，明白不？这事我答应你。你回去吧，你调好吧。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，谁让别人抓住了呢？大美啊！哎呦，怎么样？喂，大伯了，看一下怎么样？
妩媚吗？我跟你讲哈，头套就这样了，旗袍已经找好了，丝袜也找出来了，啥时候拍？那个大美啊，啊，这个现在情况有一点变化。咋的了？这个平面模特咱不能给他当了，咱不干了。用啥呀？是这样的，我跟他要点钱，他不给，他一分钱不给咱，咱不能干，不能给他干了。你还管人要钱了？啊，要多少钱呢？一个人十块钱。十块钱？哦，咱俩值十块钱吗？你赶紧跟人说，一分钱。啊，祝贺你要当老。